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有很多惊喜出现的，因为对于人们来说，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是苦涩的，希望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都能够有人愿意站出来帮助自己，而不要就这样放任自己没有人管。但是却并不能完全如意，很多时候是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的，只能自己忍受痛苦和打击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有时候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你是这样的生肖，你的生活就是完美的。你的一生中会出现无数个贵人，他们能够帮助你把所有的困难都阻挡在外面，到时候你就等着发横财吧。不仅仅如此，你的子子孙孙也都是很聪明能干的人杰。生肖鸡，生肖鸡的人可是社交场合的一颗闪亮的星，他们非常擅长与人沟通，大家也愿意和生肖鸡的人交往，故而他们有困难的时候，总有人出现在他们身边为其解决麻烦。生肖鸡的人有胆有谋，赚钱能力强，再加上天生的好运气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。生肖鸡的朋友为人性格活泼，对待朋友真挚热情，非常的幽默，总是能逗得别人哭笑不得，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。跟朋友相处，总是能把自己最愉悦的一面展现出来，绝不会有负面的情绪，因此总是很受朋友欢迎，都会特别的喜欢和他们在一起。生肖猴，